学生时代的一切，包括了有制服、有布鞋，当然还有这个帆布书包，耐用、耐洗、还耐装，琴瑟瑟一个点点滴滴，通通都装在里头，肯定能够勾起大家无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到台南，要寻找一间全盛时期南台湾的书包，可都是他们家做的哦。如今还能够坚持住手工制作帆布包。 走，让我们背起书包，重新再当一次学生吧！ Yeah! 您还记得背着书包赶上学的日子吗？离学校近一点的，把书包往后一抛，登上了单车，风驰电掣的赶到了学校。 离得远些的，在公车上，肩勾着书包，边忙着背单字，和同学说说笑笑，那是青春的时光。不错啊，充满回忆。要洗啊，什么都方便啊，也比较耐背吧。哦，对，它耐用啊，而且有比较有代表性啊。 帆布书包是无数人求学时的共同记忆，扎实的触感、耐磨、耐用，总让人怀念着台南府城的老街上。白色建筑里的合成帆布行，见证台湾帆布工业60多年来的兴衰。永保要按勘药吗？那内政部消防署要吗？不要。 它是合成帆布行第二代传人，全盛时期整个南台湾的书包几乎出自于此。直到塑胶布料问世，重击了帆布业。虽然不是很大，但毕竟是爸爸留下给我们唯一可以怀念的，而且帆布这种东西，我越做越久越有情感。尤其它对人类是很有帮助的，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东西。 它是纯棉做的，它久如果坏了以后，它不久它就会溶解掉，哦，不像塑胶那种东西，不，如果二次燃烧的话，会造成那个二次伤害的。现实问题撞击家庭情感，加上环保意识抬头，让许胜凯几经思索，决定坚持下去，但总不能惨淡经营吧？除了书包投入客制化的服务。 出头国小，真的，是要做什么用？背出去好看呐。那98年11月，我们开始就设置了网站，One Bag， 一个袋子 ，Service One Bag 这样子，代表说我们一个袋子也可以帮你做。那有了网站以后，我们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台南县市的，是全国，甚至国外。 网站架设之后，就像打开了一扇窗，透过网络和口耳相传，订单蜂拥而至。客制化接连着开学季，店头正如火如荼的赶工，连84岁的陶给妈都亲上火线。今麦的鸡仔吼，啊，较早是拢切包啦吼，啊，加迄个甘露茶啊啦，有诶无诶啦，做啊真好啊。阿公真好，就有信用。 我叫你敢来，你当头敢检料。你即卖安尼，若看得无好，就你个用来把小姐迄个看法。我们现在 logo 都撤在外面，而且这也是一种品质的保证啦。哦，既然我们敢把我们的合成的 logo 放下去，就是要对他们负责。哎，以后维修也是凭这个啊。 将 logo 车缝在外是信用品质的保证，客制化的经营，各行各色复古时尚的款式，让台湾良品经得起竞争，历久不衰。走过一甲子的帆布包老店，现在由第二代经营，仍然坚持保留纯手工的制作方式。老店果真有老味道，客群依旧不流失，还能够扩大到连年轻的学生族群也非常喜爱。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也访问到帆布包的第二代传人许胜凯先生。许老板您好。主持人您好。首先要请教许老板的是，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有听到老板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您说做帆布是越做越有感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点滴？因为你帮一位客人可以完成他想要的包包，你看他拿到包包那种喜悦，相对的你自己也会感受到，所以我就得到这一份快乐。尤其是那些做结婚伴手礼带的，或是说研讨会很紧张的赶不出来的人，我们可以在他需求的时间内把它完成，能够得到他们的肯定跟掌声，那这是我最快乐的。所以来自于顾客的肯定，是让你越做越欢喜，对不对？越高兴的一个最主要动力。那当然说到，我们首先就要请教这个许老板，在这个帆布包里头，它这个材质啊，是不是其实非常的耐用耐洗？我们家所做的包包都是用纯棉的棉花织出来的布料，那这是很久以来就有的哈。它的重点是在它环保，它如果说以后使用坏的话，它可以掩埋，它可以燃烧，环保是最重要的，然后又是最天然的产品，不像一般的那种化工的饮料。所以说许老板是几岁才开始接触这个怎么做帆布包的？应该是大概是27、28岁吧，那时候是完全不懂的帆布，默默的跟爸爸的布划走。可不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最大的挫折感或者是困难点？因为你不是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爸爸在旁边做嘛，你是到了27、28岁，几乎是已经大了才开始接触这个领域。是，其实我很感谢我爸爸，他那时候我回来的那段时间，其实他已经把基础打得非常好了，然后他的客群都是很稳定的。我记得我以前非常努力的在做，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他用日文讲马达马达，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句话叫做，你还没有到那种能力的意思，你还比他搞回来，你还要学习啊，对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有没有让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客制化的产品是什么？那你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最有印象哈，最感动的应该是说还没有网站以前，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交通大学，应该是客家研究所打过来要订包包，然后他说，老板你们有没有 DM 嘛？说没有嘞。我说那你们有没有网站？我说也没有嘞。他说老板那你落伍了。哦，是，改进。那大概经过2个礼拜以后，那个研究所那边还有一两位教授亲自从新竹下来，特意一定要做我们的包包。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没有网络不行。那我也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启示，才会让我们有今天。哦，所以开始有那个记下来，98年。哦哇，所以开始有那个 idea， 觉得说哎。也要结合现在网络上，因为我没有写到电脑，所以我也不知道网络真的那么厉害。那么其实老板对于接下来的经营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创意的发想，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愿景？愿景这方面的话，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产品设计，好，这是必须要走的路。但是坦白讲，以目前我们的单子跟制作时间，就不容许我去想那个设计新的东西，接不完的单子，而且都是临时要的，都喘不过气了。而且目前我们还是全年无休。其实好像女儿也开始加入了我们整个工作的团队，对不对？是的。第三代也已经开始了，而且她做的不比我差。哦，怎么说？新的订单大部分都是她在接的 ，email 方面都是她在回复的。所以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女儿说？我还是很感激她。所以你现在也用同样的标准在磨练她，
磨练他哦。不过我去看女儿的确是很精，超过我了。对，真的是，对，在接待客人上，甚至在商品开发上，都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超过我了。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许老板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分享了您在整个工作上点点滴滴的心情。再一次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老板。的确，就如同刚刚老板跟我们分享的，现在在帆布行里头有第三代的传人也一起加入了工作团队。我们继续就透过下列这段影片，带大家来看看父女俩怎么样成为工作上的好伙伴。夏天的南台湾开始闷热了，风扇来回吹，帆布的棉絮飞，六七台柴缝车接连缝制的声音就像打击乐。合成帆布行的二楼是老店的心脏。辛苦当然会啊，怎么不可能不辛苦？怎么说？你觉得习惯就好了啦。你觉得这个辛苦在哪边？辛苦的点在哪里？辛苦就比较耗体力啊，带的年轻的坐不住啦。他想要放很多工具，所以我们帮他做这样子，做三条，对对对，他自己三条，一二三。单调的工作还得精细的活，加上纯手工，年轻人几乎是待不住。但26岁的许瑞玲从日本求学回国之后，却甘愿放弃日商工作，回家学习。发现说，哎，其实家里真的还蛮需要自己人的。那其实我小时候对这种裁缝的东西呀、设计包包也蛮有兴趣。那既然觉得说，日文就是一个专长，拥有永远不会忘记，然后也可以在家里帮忙这样子。而且我们这边其实日本的观光客还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也是会用到日文。用到日文。对对对。他现在请问几号？现在这个底下他这一排不要印了，很 OK 啊，他很快就上到了，所以也分担了我很多的工作。虽然我还是全年无休。你有休假的吗？我有排休。哦，他有排休，你没有？爸爸比较辛苦。孩子愿意接手学习，其实做家长的最安慰了。年轻人对电脑和网络较为在行，弥补了老店不足的地方。自己会想要改变的是，可能就电售的东西款式再多样化一点这样子，然后可能在，因为我们的网站其实是很简约啦，就是只是简单的看一看，那大概都是透过电话跟 mail 再进一步的沟通。帮着父亲承担家业，服务更多元化，看着自家的产品有更多人使用，甚至成了府城的伴手礼，成就感更油然而生。不只是说在台南当然比较常看到，但是有时候在台北或者说自己出去玩也会看到，哎，那个我们家的，哎，就是窃喜这样子。老板你要坚持呢，你不要做了呢，这样子，所以我们听到都是真的是很感动，很窝心这样子。你有听到客人这样讲？有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跟客人聊天啊，来买东西的时候，对啊，他们这样讲，自己是一种就会觉得哦，那要再继续努力下去，这样就是有客人的支持的。许家父女联手，用60多年的细工、50岁的经验和坚持，走20多岁的思维，为老店注入生机，让帆布包有了新生命。老店重生靠的是创意和点子，好比说我手上拿的这个迷你版的帆布书包是可以当做手机包来使用，非常的方便。其实啊，说到现在靠着年轻人的经营，也开发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款式，都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尤其这几年打出了客制化的商品，更是让订单源源不绝。今天在我们的实作单元，就要跟着帆布行的第三代传人许瑞玲一起动手来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帆布包了。瑞玲，我们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帆布书包的话，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捆一捆的布，那不管袋子是大大小小的，都是由这样的布去做不同的裁切，做不同的组合。好，所以我们其实现场有看到不同颜色的布料，对不对？一捆一捆就摆在现场。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大大小小不同 size 的帆布包，其实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懂得先裁切嘛。对，那假设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帆布书包的话，就是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 size 吗？对，这个书包就是这个是书包的裁片，但是书包是有好几十片的布料一起组合的。那比如说今天客人需要印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布料上面帮他做印刷。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所谓客制化的商品。你在这一个书包上面可以印上你的机关名字，或者是你的大名、学校名字都可以，而且数量也是一个都可以做嘛。对，好，所以我懂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帆布的书包的话，我们要把好几块的布料拼装在一起。对，那靠着就是裁缝师的那一关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到裁缝师那边去把我们所有的布料都拼装裁缝在一起咯。走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帆布包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不对？对对对，所有细节都是在这边完成的啊，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感动的事情来喽。师傅是在百忙当中抽空帮我们做了一个印有我们节目名称的帆布书包，对对对，特别做一个的。嗯，所以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到的就是师傅会从无到有拼装出来这样一个帆布书包。对，像我们今天还准备了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有介绍过的布片，那我们已经事先做好了印刷。嗯哼，那所以这个就是譬如说这样一个大小，我们就是要负责做就对了。对，那像桌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那全部都会等一下师傅一起组合。好，所以好比说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的是做这样一个大小的帆布书包，包括了很多内里的部分啊，这些小细节，甚至是 logo 的部分啊，这个拉链的部分，对不对？就是在这一关裁缝出来完成。哦，所以通常做这样一个书包要花多久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做一个。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师傅，是不是都是老经验啦？大概都是十几年的经验的老师傅，都是十几年的经验。所以他们是学裁缝是来这边学，还是其实之前就有相关的经验？其实我们家的师傅啊，从我小时候就已经在我们家工作了，所以有的是来这边再跟老师傅学，那有的是本身就会。那他们通常一天都会工作多少时间呢？大概8个小时，那有时候忙的时候再加班这样。那一个人一天大概可以做多少个帆布包？如果以这个书包的话，大概一天可以50个。所以我们继续就要请教瑞琳的，就是像这样一个帆布书包啊，最重要在裁缝的部分要注意哪些技巧？其实像这个线啊，这边有线哈，那能不能对齐，这个都是考验师傅的功力。还有像这个书包，我们最后做一个压线，这个其实外面一般很少。那有了这个压线的动作，让整个书包更牢固。所以其实这个师傅不只是会裁缝而已，其实也考验他们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怎么线要缝齐，还有整个线头要对准，这些都是靠经验的累积嘛。所以到时候拼装完、裁缝完这样一个帆布书包，除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关卡之外，是后续还有几个关卡要注意，对不对？包括哪些？是，当然我们做完之后呢，也会有一些线头嘛，然后我们一定都做一个严格的把关，做一个整理。好，所以听起来，最后的阶段包括了线头，还有钉扣子的部分，我就可以来试试看喽。可以让主持人来试试看。好，那我们去尝试看看了。OK。
个阶段是什么呢？这个阶段是书包要上扣子之前要先打两个洞，那这个步骤就只有爸爸会，因为需要多年来的经验跟专注，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偏差。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洞已经穿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加上扣子。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算是最后几个阶段了，对不对？倒数最后几个阶段。哦，好。那因为扣子刚好有两个，所以我们一人穿一个，一个给主持人穿。终于有机会可以试试看，贡献自己对一点力量。那这个给你。好，我们先把这个扣子放在下面。哦，好。所以先把这个靠着刚刚穿洞先钉上去，对不对？对。好，是这样子吗？这样 OK。对，这样 OK。哎，这样就可以了。哦，就这样轻轻的，对，很自然的扣上去了。对。哦，好，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用敲的了，对不对？对，我们把它这样子轻轻的往内敲。哦。哦，哎，我来试试看，用这个小锤子轻轻的往内敲，小心不要敲到手。哎，这个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地方要特别留意，而且免得敲到手，对不对？哎 ，OK 喽。敲完之后，我们轻轻的摸一下。哦，不然太刺的话，客人拿刀会刺手。哦，所以这样子算是一个帆布包就结束了吗？大功告成了吗？还有一个地方，还有哦，像刚刚师傅制作过的这些线头啊，我们都要把它修干净。哦，我懂了，所以刚刚师傅是一块布一块布这样子拼装裁缝起来的。对，所以总是会留一些线头。对对对。哦，所以我们就是用刀片把这些线头给剪掉。像这种比较多的这种线头，就是要剪掉、剪干净，所以让顾客拿到的包是最完整、最 OK 的。哎，所以这样应该算是大功告成喽。大的地方剪完，我们小地方也要注意一下，像这个地方啊，然后刚刚这里啊，就没有看到。啊，真的。对，所以里里外外的小细节、小线头，都还是要再检查一次。对，做最严格的把关。哦，所以我们这个线头都检查完了之后，是不是算这一个帆布书包真的就算大功告成了？对，因为我们刚刚都严格的检查过之后就完成了。哦，所以里里外外的线头都一定要仔仔细细检查过。是是是。哎，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哦，这样一个帆布书包看起来虽然步骤不多，但是每一个关卡可是都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制作一个帆布书包算是大功告成喽，耶！从爸爸的第一代到我及我女儿第三代，也历经了60年的努力，我是越做越有心得及兴趣。使用帆布袋可以帮助维护自然生态，更可以减轻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努力，对地球环保尽一份力量。